比手电筒的光好。叫我们给客户展示的时候都不好意思喷好几箱，就觉得好像我们喷箱不好似的。这个火势，但是呢，就是一喷就够了。这个火因为不是很常见，很少。王总，哎呦，这个喷毒水瓶挺厉害啊！这个喷的，这个喷的确实不错。你这喷毒水瓶很厉害、啊，找感觉。我这个火试验，我觉得这个行。这个太、这个烤一下可以。嗯，顾主任拜师吧。其实它还是有点偏白的。这样看严了，对，这样看挺好、OK， 而且你侧面呀，这个很深的，对，那就是，我拿扣过来，好，拿走。